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台在路上很少见的车，雅马哈 Lazy S125， 2018年出厂，是印尼进口的车。一样，先从骑乘感受说起。这车的动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强得多，吹下去饱满的力道一直持续到时速80，像是扭力平原那样的感受，还蛮爽的。引擎是水冷 Blue Cool 引擎，含 VVA 可变气门技术，活塞是锻造活塞，最大马力在8000转，而最大扭力在7000转就出现了。所以我在试骑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山道爬坡或是平面加速，都不用把转速拉到很高转，就可以获得明显的加速感，感觉真不错。骑乘姿势方面，车把手的位置刚好，高度适合，宽度也合适，脚踏板的高度很低，不会抬很高，大腿的角度基本是往下的。我知道有些腿长的人在骑高脚踏板的车，那个膝盖常常会和把手有干涉。不过虽然地板低，但坐高蛮高的，有 785mm。 我身高173，但腿短，两只脚都要着地的话就要垫脚尖才行。不过车很轻，不太怕倒车。前后的坐垫高度差异不大，感觉后面的坐垫比较薄，不过跟之前一样，没有后座乘客可以来测试坐久会不会不舒服。这台车没有启动马达，现在蛮多车都这样做的，也有怠速熄火装置，我觉得蛮需要的，因为这台车在怠速的时候抖动还蛮明显的，怠速熄火开关打开，在停红灯的时候自动熄火，就不会一直抖来抖去。这车有侧柱熄火装置，有时候有点麻烦，不过为了安全性，一点点麻烦是可以接受的。把手上的开关配置很好，一目了然，基本上看一下就能上手。仪表板很大，显示内容很清楚，不过仪表的反光蛮严重的，在大太阳下其实我比较常看到自己戴安全帽的样子。这车还配有 12V 的点烟座，可以自己买个 USB 转接头就可以拿来充手机，很方便。左方的置物架可以放宝特瓶饮料，在我实际骑乘的过程，虽然看起来角度偏水平，但其实很稳，遇到坑洞也不会跳车，加分。车子的刹车是前碟后鼓，其实我觉得后轮鼓刹的车转动起来的阻力会比较小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而刹车整体力道我觉得算堪用，通勤水准来说相当适合，如果要骑很快的朋友可能就要去做一点适当的改装。这车前后都是14寸的胎，理论上应该会蛮舒适的，不过前避震没有我想象中的舒服，可能是因为内管只有 26mm， 加上行程感觉不是很长，吸震的效果没有到很好，我会想改。后避震一个人骑就蛮不错的，原厂的 S 版是有挂气瓶的后避震，一个人骑都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过弯吹油门都很稳定。而这台车车台的设计，在过弯的时候你吹油门不会有车子多余的晃动，车子很结实，比我预期中的表现还要好。那因为这台车是 S 版的，有配备 Keyless， 钥匙带身上就可以发动，和 XMAX 300基本上差不多，按钮的质感也很棒。
只是开坐垫也一样很麻烦，你要先感应，转一格，再按下去开坐垫的按钮，这样坐垫才会开。不过坐垫下面的空间很小，装不下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不太会用到。油箱是坐在坐垫的下方，打开坐垫之后，加油盖是用手转开的。油箱不大，不过车子蛮省油的，不用很担心说一直要去加油。只是加油孔的距离很短，很考验加油站员工的功力，我觉得很容易喷溅出来。就是因为油箱坐在这位置，所以它的地板才可以坐得这么低。至于损失掉的坐垫空间，就要自己去衡量了。我自己的 KYT 四分之三罩帽都放不进去，里面就放雨衣就好了。顺道一提，脚踏的位置虽然没有中央隆起的车台龙骨，也没有油箱，但其实能置放的空间没有很多，基本上脚放上去就没什么空间了。想要搬一箱矿泉水之类的，可能是没有办法。不过放背包还可以。Keyless 的钥匙上面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就轻轻的按一下，车子会哔哔叫。如果像我一样会忘记停车在这停车场的位置，有这功能实在是很方便，不是会影响人家购买的主因，但是是会加分的选项。外观方面就很个人主观的偏好，我没有特别想要提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全车的车壳缝隙都做得很小，感觉很精致。引擎方面的水箱散热保护壳造型也好看，全车壳都是消光影，不管是传动箱盖、空滤壳，设计上都是很好看的。如果是车主的话，稍微简单的装点一下就会很吸睛。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骑乘心得分享，接下来就是外观的配备介绍。车头前方是一个很大型的头灯组，全时点灯，近灯跟远灯都是 LED 的，方向灯是卤素灯泡，正面的辨识度很高，远远看就很明显。后面的尾灯组就比较小型化一点，看起来比较窄。刹车灯、方向灯都是卤素灯泡，不过辨识度不错，也比较柔和。仪表是大型的数位化仪表，字体很大，显示很清楚。上方是转速表，左边是油表，中间是时速，右边是现在时间。那它的下方是多功能显示区域，按中央的按钮可以切换显示内容，可以显示电瓶电压、背光设置、总里程以及单次里程、每百公里的耗油量。左边的把手开关很好用，有远近灯切换、方向灯以及喇叭按键，使用上都很顺手，按键的回馈力道也不错。而且提一下，握把套很好握，触感很好，不太会滑，前面还有指滑圈，以原厂来说真的好握，很多便宜的改装品可能都还没它好握。左边的刹车拉杆有锁定装置，停车的时候踢侧柱加上后刹车固定住，就会蛮牢靠的，就不用太担心会倒车。右边的开关组上面是怠速熄火的开关、双黄警示灯以及引擎启动的开关。油门线是双油门线设计，可以更准确的操作开度。Keyless 的系统主操作钮看起来质感不错，
主要就是先按下去感应到钥匙再操作。开坐垫比较麻烦，一定要三个动作，要按、转、压。不过这也是习惯问题，习惯一下就好了。中间的挂钩看起来小小的，不过角度做得不错，挂东西不太会飞走。左边置物空间有一个点烟座，可以自己装 USB 转接插头。厂商原本就有配，就不用自己再去接线挖洞，真的很方便。脚踏板的位置很低，左右两边都有橡胶的指滑垫，上面的造型花纹也好看。很多速可达踏板的地方都只有塑胶，没下雨都没什么问题，都可以接受。但是下雨天，脚很容易踩滑。有这两片橡胶垫会大幅改善，希望各位厂家把这地方做好。有时候载东西没有止滑的橡胶，很容易在踢侧路的时候停车，它就掉下来。不过脚踏板的空间很小，要放比较大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。坐垫很大，而且往后延伸蛮多的，因为是 S 版，还多了看起来比较帅的缝线。驾驶座坐起来蛮舒服的，后座不知道，没人可以载。不过可以预期的是，它前后挪移的空间挺大的，而后座踩的脚踏它没有自动弹出装置，所以要自己手动开闭。这位置比较接近车身最宽的地方，而且比较靠近后侧，所以后座要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轻松，不用在大腿出力往内踩。不过这是我的推论。坐垫打开之后是一个很小的置物空间，看习惯台湾速可达，再看到这么小的置物空间，感觉差蛮多的。容量是 12.8 公升，我自己的代步车15寸笔电也放得进去，这台车的空间就放雨衣架卫生纸刚好。油箱在后侧，用手转开就可以了。油箱的大小为 4.2 公升，加油孔的位置很讲究加油的功力，蛮容易喷溅出来的。虽然油箱不大，不过这车蛮省油的。我自己测试每公升跑超过40公里是很简单的。后座的扶手蛮宽大的，在移动的时候用力抓着也不会乱晃。前面轮胎为14寸，规格为909014，刹车系统为碟刹220固定碟盘，配上单向单活塞浮动卡钳，自动上壳，前避震的内管为 26mm， 后轮的轮胎规格为 190/14， 刹车为鼓刹系统，后避震为单枪挂屏，单人表现不错，双人我就不知道。前后轮框看起来都很轻量化，很利落，配上轻量化紧凑的车身设计，很搭。哦，忘了补，这具 BlueCoil 水冷引擎的最大马力在8000转，有 11.9 匹，最大扭力在7000转，有 11.3 牛顿米，然后搭载 VBA 可变气门，有 SMG 发动机启动马达，锻造活塞，T 侧柱熄火安全开关。好，以上就是大概的车辆介绍，可能会有错误，以实车为准。接下来请欣赏下雨天的182试车实景。拜拜。